比较特别是它做前短后长的提勒，所以一穿下去就很棒了。中间这里帮你定位了，所以呢衣服不会一直这样子一直乱掉下来。它的内里外衣啊，我觉得都是冰冰凉凉舒舒服服，弹性非常非常的好哦。整个身形比例 SML 甚至到 XL 你都可以穿。我觉得它的蜜桃粉带有点亮，所以呢如果以黑的程度我觉得是没有。我很喜欢它这种七分袖的感觉，因为穿起来就是那种宽松舒服，而且绝对不会闷热。然后我们的白是完全大白，所以呢冰冰凉凉又大白，白色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推荐给大家。黄色的透感就是这样，你只要拥有一件浅色的小背心就 OK 了。它的领边是没办法拉斜肩，它是正常的圆领。家里有白短裤一定要给它穿起来，超级亮。这个黄色完全绝对不会暗肤色，绝对不会黑皮肤。这个紫色它其实非常的像那种芋头紫，先经典给你看，它的芋头紫色就是非常浪漫好看。那大家可以像我一样，我直接搭一个花裙。像这种素面的上衣，其实我觉得你们就尽量大胆的去搭一些比较花面的下身，绝对没问题。黑色大家有的夏天怕吸热，但是我们这件穿下去是冰冰凉凉，而且呢又是反车袖，弹性非常的好，舒适度又很够。然后呢我真的蛮推荐黑色的，率性，上班可以穿，可以辣，可以休息。